这是山西省实行的免费送西下乡一万场活动，农村的父老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我省文化发展的丰硕成果。我晓得这个不是错，这是前头四川家乡一说，这方高兴啊。文艺走出高雅的殿堂，走进百姓的身边，是山西省委省政府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，也是文艺改革的切实成果。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，是时代前进的号角。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，国门打开，西方的思想文化也渗透着神州大地。一时间，霹雳舞、disco 及一些港台歌曲风靡全国。山西省歌舞剧院并没有随波逐流，而是独辟蹊径，相继推出了大型民俗系列舞蹈《黄河儿女情》《黄河一方土》和《黄河水长流》《黄河三部曲》，以其极具山西地方特色的高雅艺术形式，征服了亿万观众，被国内评论界称之为黄河派艺术。山西的艺术家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，开放的中国同样要守望民族文化的神圣高地。改革创新精神犹如注入山西文化艺术界的一剂强心针，首先唤起的是对优秀传统艺术的保护与振兴。在振兴山西戏剧的号召下，先后举办了振兴晋剧、振兴北路梆子、振兴上党梆子、振兴蒲剧调研，表彰了一大批戏剧杏花奖演艺工作者，传统戏剧焕发勃勃生机，民族瑰宝重新绽放活力。谢涛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我省京剧演员，他见证了改革为山西的文艺事业带来的一个个春天，完成了从文艺青年到艺术大师的华丽转身。我是1978年考戏校的，赶上改革开放40年，自己是一个亲历者，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赶上这样一个好的时代，就是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这个劲头专业好好的用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然后能够依靠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政策，能够打造出更好的作品。推动文艺繁荣发展，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。改革开放40年来，山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，正是把握住了民族与时代这两个宏大的主题，以人民为中心，去讴歌美好的生活，去赞美勤劳的人民。身无生活，服务群众，进行创作，力求呢，在戏时期出现戏的成果，达到戏的高峰。要提于成龙，一个山野草民有什么可惜？于成龙，有朝一日，满目的绿色，满目的苍翠，那是什么样的光景？忧郁可以活人命了。忧郁和他的县委书记们。20多部400余集反映现实题材、历史题材、红色题材的影视剧热播全国，立秋、解放、太行娘亲十台剧目相继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，有45人、49人次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。同时一大批山西优秀书画家为全国美术界瞩目，山西的艺术家们用极大的创作热情去响应改革，用精湛的文艺作品去回馈人民。山西文艺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，弘扬红色革命文化，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积聚正能量，提振精气神，放歌新时代，讲好山西故事，传播山西声音，展示山西形象，铸造山西文艺新辉煌。